真的特别不容易，别管他啊，他没有当成就好吧，还是让我主动的、有尊严的滚出来当领导。啊啊，看来我们在市场部的职业生涯到此结束喽。妈的，这事对我也是有影响的。怎么了？他们让我发挥创意，我就发挥创意了。胡晨，你根本就没有上心，我挺上心的，顶你个肺！多好！我行了，多大点事儿还生气？啊！话说回来，你是怎么能做到那么认真的对待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因为他们付我工资。哎！走那块的，哪家航空公司？达美。明白。我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才给你争取到了这样一个机会，迈克，你知道我不适合呢。也许吧，但是就好，这个对我而言就是将来的生活，啊，真的不是你写的那些剧本一次没写好，黑感不喜欢就删掉出来，这他妈就是现实的生活。我有个问题，你怀念以前做演员的日子吗？啊？我不怀念吃不饱饭的。你以前是个好演员，显然我还不够好。我现在工作也还不错呀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啊？你确定？你已经好几周没回家了，一直在出差。公司给我订的最好的酒店，我没什么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你已经连轴转很长时间了。挺好的，我分三家，注意力也好。我靠！你他妈怎么了你？没事。说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苏珊想要的那种生活真的没什么不好，安安静静与世无争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能有一个家，能有一个人爱你。如果你现在有机会拥有这一切的话，你就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，是吗？我经常想，我要是能拥有这一切，那可多好。真相是平凡的模样。
在身旁的别把车撤了。